CBA 裁判武大炯，第五球，中国武术螳螂拳，江湖之上广为流传，时至今日难得一见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第四球，少吃咸鱼少口干，啥事儿咱不能管太宽，哨声一响全体蒙圈，这场边摄像也是忐忑不安，咋的，他给我个技术犯规呗。第三球，北京队24号违纪犯规，辽宁队51号违纪犯规。听你说这句话，你在你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凭想象全部捏造。第二球，功夫熊猫打小修炼内功，伤人自在无形之中，就算你伸手但是没碰，但是内力早已弥漫风中。嘟，空气犯规啊。第一球，腿毛犯规并非空穴来风，大寒内力深厚，可使毛发散发风中，可能恰有一根正好不知所踪，那就是撞到球了，哎，我早已了然于胸。回家球，秉公之法绝无不白之冤，不及舆论将我推上风口浪尖，年轻人有眼不识泰山，那就尝尝我少林绝学金刚伏魔圈。统 CBA 裁判武大炯，第二期。第五球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是裁判也不得违背，倘若场上你推人犯规，你也要吃上一屉，因为这正是法网恢恢。第四球，往大了说盘古开天地，咱们往小了说这犯规不能提，和你没关系，你是这份，我没关系，对，你是这份，他们不会听你解释的。第三球，大肘子支开半米多，你只能立正不能闪躲，嘟，假摔了啊，他也没挡住啊，他就躲开了，这你说着了假摔。第二球，大喊起身用力过猛，吓坏裁判更是罪加一等，嘟，不是我让你起来了吗，啊，就刚才为什么要警告我，就刚才这种情况你不要站起来，站起来就是犯规，我是教练，我站起来都不行，不行，我教练站起来不行。第一球，裁判平日很守时，可能是背诵规则有点废寝忘食，迟到确实是我们的失职，但是请不要放大问题，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。 回家球，赵瑞丹田运用暗器，对手中招痛苦倒地，裁判明察秋毫，眼睛揉不得沙子一粒，判罚结果赵瑞也是表示非常非常满意。 CBA 裁判武大炯，第三期。第五球，半决赛的紧张也会影响裁判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这并非是我明知故犯，这还不行，谁紧张了。第四球，竞技体育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妙，裁判的判罚你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啊。我先吹的，我先吹的，我先吹的进攻犯规，进攻犯规再接。进攻犯规用肘。第三球，小吴举着双臂仍然被吹，莫兰德抠脸，但是没规。咱们看的是一个篮球吗？啊？不想回犯规，全判。21号黑人。第二球，裁判也是热心肠，表面强制换人，内心实则善良，为了球员的身体健康，我宁愿接受谩骂，我宁愿遍体鳞伤。你们也太不懂得心疼人了，没做手是吧，全做了吧，什么时候才做了，没做手是吧，没做手是吧，他自己就全做了，来看看我身上过来，快点，快！第一球，我的权威不容侵犯，什么背心扯掉了？你那纯属扯淡！你他妈背心都拽掉了，背心都拽飞了！我得看一下，可以现在看那背心都拽掉了。告诉你的那个球队行政人员，因为我这个时候不能看，对吧？球队行政如果再有建议，再这样抱怨裁判，我们也可以记犯规，正式举报一次。那有没有给裁判警告的啊？好好好。好好好，新犯规，新犯规。
回家球，裁判近视得有300多，贺西宁在线配镜按送球波。哎，瞎说，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，送过桌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，我啥时给你送球波呀？球波是啥玩意儿？CBA 裁判武大炯第四期第五球，裁判秉公执法，聚精会神，忘机闪躲，仍然宽以待人。嘟，妈，没事没事啊，吹习惯了。第四球，你来挑战，我来改判，享受过程，看菜吃饭。我挑战，改判了。第三球，游戏预判走位，篮球预判催罚，只要你把球往他头上一拿，我这个计犯就催你个应接不暇，这你就放心吧啊、哦、我都给你预判好了。第二球，尤纳斯摘下近视眼镜，数日之内仍然惊魂未定。妈呀，下场不能直接催个技术犯规吧。第一球，争议回放自然是无可厚非，毕竟肉眼凡胎，咱们容易颠倒是非。好好研究，到底出界是哪位呀？回放看不清楚，维持原判。回家球，别有忧愁，暗恨生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都别说话啊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好不好？别说话。245，好，队员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你说我不说话呀，你没说话呀，说我们不说话，你说我还不行。